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现已启用，为旅客带来更精彩的机场体验。部分航空公司在二号客运大楼为旅客办理登机手续。二号客运大楼是一个以崭新概念设计，并集合海、陆、空的多式交通国际枢纽，往返市区的交通亦都四通八达，方便快捷。旅客在出发前，请确定在一号或者是二号客运大楼办理登机手续。乘坐机场快线抵达的旅客，只需要从右边车门落车，就可以直接到达二号客运大楼。左边车门就通往一号客运大楼。新客运大楼内设有56个给旅客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。完成登机手续之后，旅客可以依照清晰的指示，轻轻松松地去到旅客登记大堂的下一层，办理出境及保安检查手续。旅客只需要乘搭无人驾驶自动列车，就可以直达所有登机闸口，展开愉快旅程。至于在现有一号客运大楼离境或者抵港的旅客，亦都可以依照清晰的指示牌，步行约三分钟就可以享用二号客运大楼的设施。机场快线站就保留在原来的位置。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设施齐备，交通网络完善。今后我们会继续竭诚为商业伙伴及尊贵旅客提供方便、快捷、可靠的服务。新投入运作的二号客运大楼，加上现有的一号客运大楼，定能为旅客及其他机场使用者提供独特、愉快及难忘的体验。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，与你结伴启航。